但是他真的要多考虑啊，沉透不沉透，一旦作战的话，讲真的大斗的产生。我想他作战大斗不愿意的啊，你假如作战之前要经过一番考量嘛，我们讲胜必先胜，要经过一番思路啊，但是他真的要多考虑啊，沉透不沉透，一旦作战的话，讲真的大斗的产生。我们以前不管抗战也好，很多古代人的经验、作战经验，到最后要么就惨胜，啊，就算胜了一方也惨胜，那败的话那当然，真的需要多考量。有人记得是外交部的高官，你当中他的那个破退率，国防部还在正一些，国防报告没有那么强。我们都避免作战，就是说不要去特别伤一点的，但国防部我坦白不会讲啊，两个眼睛都是能开到，耳朵是一定听到的，但嘴巴是闭拢的，我们不会去多做啊讨论啊，跟大家去做辩论，我们就是静观其变，但我们都要有所准备，要有所应应。我想国防部在这一方面是一直把握这个原则，就你看国防部参加什么论坛啊，这些节目，我不会参与，但我们都看得到、听得到，我对这个就有参与。我大家避免作战，没有这个事情就很好，对大家都很主张，但各有各的想法。民调我也看过啊，但当然也有年龄层的差别，我们都会下一个做一个参考。怎么样让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，而且很合理的，啊，让这个疫情要延长到某个地步，战力的的确确可以看到，哪怕将来再回来叫招的话，它基本的战力是能够彰显出来的。我们从这方面，所以目前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定论，啊，这点特别要跟大家说。15也是用这样一个消耗，19消耗这个要看环境。它地方大，然后呢有这个时间可以做这个扭转的话，啊，这个是因地而异了。但我们台湾防卫作战状况不一样，是吧？这个先你看抗战的问题，这个空间换取时间就是道理嘛，是吧？这个战场环境，还不到这个地步，是吧？不到这个地步。